心有这条灵性，咱恢复这么稳的灵界，这是咱传法无形界，啊，咱用心净出着咱的原能，恢复着清这条心。这个天界只有讲咱家己的心灵会当顺加显得清，是咱一条有稳的灵性，转到清这么顺的本性，真理是天灵来，回报是定的开啊！咱爱是静中这点气的化，安尼咱才会讲顺无通灵啊！是原始这个灵气，咱来讲到清净这么顺的心，灵源是定咱的家，向着心头，咱的本性，穿着母娘伊的本心啊，是咱飞出来这条灵性，因咱即马甲老母是相通这个当中。将着老母的本意，我再来讲着顺，这么啊精的灵性，上天的发性，爱予咱的稳这么明，是我学着灵源的灵气，转着咱的心这么啊顺的天，是原始。正法界是你讲到清净自在，合在咱的心，咱才有这么稳的心呐。上苍的灵气，度甲这么顺的心性呢？天元是灵天性，转咱恢复是顺天性呐，无。伊的灵气，咱爱只有看顺母的心，是咱一点正发心，嘛是咱来讲到这么稳的灵魂，是咱回母这条灵气，转着通这么顺的心呐，是原始的本性。金宝娘娘啊，伊予咱的是通灵，活伫咱即马这个世间。伫我会当传的，就是阿母啊伊的性，因为拢是天地予咱这条灵魂呐。啊，咱只要是要顺天甲地伊的循环这个规律啦，安尼咱才会当讲通灵啊，知影这个道。伊个践行啊，顺着清净个天性，咱来看一摆这条本性。因为我爱是现主时啊，叫做当下。当下我要讲个，就是这条灵性。咱古个过去讲三心嘛，三心嘛。啊，今日我讲个就讲未来心，我即马讲出来，就是现在心。啊！现在心讲出来，就变过去心了咧。是这么稳的灵气，我要来讲到顺我家己的心，我爱有这条灵魂的天性，你才会当归母啊！这条本性嘛，安尼咱才倒转来源头嘛，咱会当合作伙的这个庄园。会无灵啊！真理是灵天性，转咱有无定法性，顺咱悟出即尊神啊！是咱以即点灵气，搁再回到通灵的心，有咱即条灵天的灵气，金宝娘娘。
伊再来讲显明咱的本性，你有一点正法的灵性，咱再来讲到这呢啊顺的天性呢，真理是天法界，显露实情天性，转咱一定，则是这条灵，这点灵光，这条灵气。只有恢复咱的本性的嘛，我爱是清净的灵性，嘛是咱母娘啊，伊咧讲的通灵啊，真理是灵天来，回咱母啊，则是定心的在，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气，金母娘娘伊来讲。恢复咱的心，这是咱清净的天性，嘛是你看见这么稳的天性呐、啊。灵源是灵天理，看咱清净，这是无牛气。我爱传着清的家己的心，这是咱原来的灵性。转过着修通的天命，我有一点正法的灵气，再来讲顺加显的正，是阮灵一条灵性，是咱倒转来恢复无心，显露是灵源的灵气，爱咱走向这么稳的天性。是你会当讲的天元神呐、啊，阿母啊，伊再来讲显的真理咧。我爱是家己嘛，安尼才会当行入来。这个无的世界，咱叫做太空、虚空、天空啊。安尼咱再来讲真嘛，真出着这么在，啊，你阁会当这条灵看甲这么宽、这么远嘛？是咱安静这个天界。世间就是咱的心爱定咧，咱的灵才会当开出来，看真济虚空这种无形界的体会。啊，这就是咱即马这个心境的体会就对啦。咱今仔日讲拢是心甲灵咧体会这个境界啊，关键就对。显露是灵天的本性。爱咱走向稳定的天神，上苍伊的灵性，我爱走向心的本灵。你有一条清净的天，我才会当讲这么稳的心嘛。上苍的灵气，咱爱走讲静咱的心嘛。是咱顺着清净的天性，你才恢复稳定的天命。是咱有顺的灵气，你爱走向清净的心。我爱有这么稳的灵气，咱才来回转来清净的心呐。阿母啊，伊爱我真稳哩咧。今仔我所讲的。是我静到大底，所有甲揪起来，即卖要讲的话啦，咱要讲的就讲信息甲资料消息，啊，我即卖静出来，无中生有诶嘛，咱所有拢是这个性的缘空有无？啊，才生出着这个因，啊来结这个果嘛，是我爱有即卖灵性。对着无形，无形就是讲虚空啦，爱生万有的啊，形形色色，譬如讲树木啦、花果啦、山椒啦，啊，即个水、山、陆地安尼，甲咱所有讲的万物安尼吼，是我这条会当讲的灵性，因咱的法万万法嘛。个人的心境无同，程度无同，形式无同，所以讲
这个本来无就无分好歹嘛，因为是转的问题，你经验的问题，你即马行到这个关家中的问题，咱叫做境界水准，你的体会有够啊无够，就是咱的心，你现主是定条条的，这种寸尺就对了，这种制度啦，啊，伊即马做啊初学的，哦，爱是员工。譬如讲，爱就是副理，伊就是经理。哦，咱不应该是用安尼咧论的啦。啊，咱人就是用平常时日常时间有无？咱咧讲讲，啊，你读册，这个就是校长，啊，这个主任，哦，啊，这个、就是咱即卖咧讲的导师，啊，迄、那个校工，哦，啊来伫遐咧顾守卫啊，啊来这个家长会长，是咱有这条灵魂的灵气。你才会当强落来，底下咱咧讲的是共同嘛，同心同定嘛，是咱原来这个灵气，咱咧向着无这条神嘛，最主要咱是要倒转来嘛，人生是咧体会尔嘛，哦，咧应验嘛吼，咧勘察嘛，啊勘察是啥？别人的好诶，咱来回复咱原来迄个好嘛。安尼咱才会当好上加好嘛，啊你若唔知道，错中之错嘛，哦，以讹传讹就对啦，歹佫传歹落，安尼就对。既然咱要修正，修持就是要修正，啊咱来讲，这个甲持条条，啊咱就是要来修行就对啦，行就是爱去做啊，是咱有这条青天的本性，咱再来共做伙。这条本领，真理有法的灵气，转咱孙家的神。咱过去无讲到神嘛，啊，即卖咱拢是以神，即来代表着咱这条心的光，咱心的知影，这个道理就对了，知就是知道理啊。显露是正法的灵性。咱爱落家这条本领，咱拢爱拜神嘛。但是咱即马心到这个神的力啊，有这个神的威，有这个神的清楚明白啊。安怎讲？咱袂阁聊落啊，袂阁谈咱所讲的因嘛。哦，啊，这个因阿摩啊，这个缘起来吼，啊，就伫这个因一直教嘛。教阿摩的这条果吼，就歹修行啊。所以讲，你会脱离着五行，就是你行这个咱咧讲的阴阳的阴，这个因果的因就对啦。啊，你咱袂贪心嘛，啊袂贪心，你也就袂生气，袂妄动嘛，啊你就袂迷痴嘛。你这个心就知知你咧，迷痴就是讲你这个心会用叫出去，别人哦拜神足好嘞，会发财有无？啊，你就对后壁去拜安尼嘛。爱就是你的心去用生出来，真理是天灵性，爱咱转来显的证，是咱无形的灵气。你再来讲顺家通这样的稳定，是原始的本性。阿婆啊，再来讲回咱的灵魂，是你现主时的灵气。母娘爱予我静会知，世间拢是以家己的心为准呐、啊，哦为标准嘛，啊这则是咱定的，咱这个律就是咱的戒嘛，哦咱的规律法律有无？啊咱若守会条，啊你就袂犯戒嘛，犯戒就讲破掉这个规矩啦，你就。交通规则有无？啊，你若闯红灯有无？啊，着爱受处罚，这个意思啊。是咱不爱防法嘛？啊，唔爱防法，咱就是规规矩矩啊，堂堂正正。是原来这点灵性，咱来转回稳定，因为先修好家己，咱的心头，甲咱的心念，甲咱的正思维，你先互伊端正。啊，这条路你才会当以正中嘛，哦，啊修甲至正嘛，上苍这个天界
哎呦，咱恢复原来迄个天的真理就对啦，或者天真嘛，是原始这个灵性，咱来讲倒转来显的真嘛。你也看神一直甲恁讲嘛，尽在咱家己的心嘛，你去做嘛，哦，啊心意所有的起心动念都足紧的哩。所以讲，心比咱即卖咧讲的闪电啦，甲即卖这个电有无？加七倍半咧，你看安尼有紧无？所以讲好甲歹，啊，这个恶甲善有无？是一刹那中间嘛。你刹那若叫走去，你年久月深就差足多啊。你要搁倒转来这个中道有无？就困难重重就对了。是咱有这条现世天界，啊，无你话伊要互我。现主是你都爱会知啦，唔当做错误去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咱的传真理有无？你的心爱定伫遮嘛？安尼神伊才会甲咱的心调好正嘛？今日咧讲真理就是安尼啊，咧讲正顿就是安尼啊。家己的心，啊，家己的心爱遮能量嘛，来助咱现主时这个灵性的能破嘛。显露是正发心。转咱有加现世灵嘛，咱这个身躯就敢若一条沟啊，啊，即马这个心明就敢若遐个水，你有沟啊，无水伫遐咧行流无，你这条沟啊就等于假啊，无啥物作用就对了。啊，沟啊是咧啥？咧互水流的嘛，啊，要互咱这个人啊，这个万物的灌溉嘛，哦，这个意义嘛，唔再讲。啊，拄拄啊好，伊若去食着水，啊，遮个伊就会敢若像讲万物，伊就生长嘛，生长期嘛。因为春天你啊看，伊湿湿啊雨，伊袂雨真大嘛。啊，咱夏天就七八月啊，有无走风台嘛？哦，这個、意义就对啦。所以讲，若超过济满出来，嘛算讲拍算去嘛。你无够欠咧，啊，遮个万物。袂当来甲灌溉，袂当滋润有无？袂当予伊拄拄啊好，迄、那个原来迄、那个原料有无？啊，所以讲伊着欠实咱天地甲培养嘛。啊，咱人会当看啊，即个蔬菜啦，啊，即个树啊有无？啊，你着讲伊若欠，咱会当讲用咱人工的有无？啊，来甲伊灌溉嘛，哦，迄着操纵嘛吼。啊，你若造化。就是天地造化嘛，啊，咱人是造种嘛，哦，你去甲请起来，安尼即意思，是咱爱有这条现世界的灵气。我要讲到灵魂这条灵界，因为你若有心要讲这个道就对啦，你的出神，你的出入，吼、哦，你的这个神的出入啊，无量啊，伊这个能量，都你会当。拄拄啊好讲，啊你嘛免着急啊，啊你嘛免讲，甲设定讲，啊我要讲，今仔要讲足好诶，这个课唔免，因为这是母娘啊，伊所有知影在世间诶灵魂，现主时，咱即马这个心，母啊要甲你安心，过去有无？宇宙啊，叫迄个达摩祖师初祖有无？要甲安心嘛？啊，达摩祖师讲，啊，我要甲你安心会使啊，但是你心提出来啊。宇宙啊讲，啊，我的心都伫内底，啊，无形的我要提出来。啊，达摩祖师讲，安尼我就甲你安好啊。因为心是个人去修掉的啊，要叫什么人甲你安心？外口的佛都无法度度内底佛你咧。哦，所以讲。咱的本性就是你即阵佛，你家己爱安调调就对啦，别人嘛无法度甲你安啦。所以讲，这个心佛有无？甲这个心道啊，真正咱本来老母也予咱，大家拢平等，大家拢具足。啊，所以讲，神是咱人去做的嘛。啊，咱即世人有神，甲咱斗合作，啊，咱若唔做神，你后满要搁轮回。哦，这个、四生六道嘛。哦，恁即个拢知影啊，修持就是要离开这啊。啊，你若无修持，就是未来分嘛。啊，恁即马就是原形啊，原地，咱就要爬起来啊。
要超你到四星六道爬起来啊！啊，你在这条龙阿妈，你才有一个气路嘛。哦，你要去倒位啊？你才会当讲，亲像讲啊，你要去行到啊，这个下仙还是讲这个中仙？中仙有无？啊，即马就爱看这粒果啊！你即马修行这个程度啊，你所有了解这个道理的原型啊，啊，这才是咱即马咧讲通灵嘛。所有的你的生活，就是拢讲你即马这个灵性，你会当知影安怎做，或者通嘛。咱考试讲你通过啊，60分，哦，70分通过啊，有无？是咱有这条现主持的灵性，通是这个意义啦，吼、哦。所以讲有诶讲通灵，啊，敢我就会去共办代志，看地理，迄是爱缘，吼、哦，因为。咱人拢有福报嘛，因也教有无？人啊，甲因祖先、甲神就会回来啊。啊，回来当中，咱做机就会当代表这个信息来甲伊接好，来甲伊化解，哦，这个意思来甲伊消灾解厄就对啦。啊，神的属于福啊，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气，你唔免。听讲啊，倒一间教咧熬办代志，倒一间教有无？啥物人咧外熬？天伊若要做咱，每一个人拢是同款样啦。哦，啊，着看每一个人你现主持的心境，你所有做的福报，你即马修通这个主，伊领的是啥物任务？或者指令嘛？或者意义？顺着。这么清净的天界，你慢慢啊会成长嘛？你对着现主持身份体，啊，才办咱灵的功课，为着咱中的亲戚朋友慢慢接受外界，安尼慢慢啊，互你体会起来嘛。当然，你心头啊，就是爱学精嘛，啊，精就是讲看你会当通到什么程度嘛。安尼神唔才会当放一挂伊即马即个能量，互你来适用嘛。啊，即个初步个啊，嗯，啊你搁着收到遮尼悬，啊你搁欣赏初步，安尼你着倒降级吧。所以讲，咱即马着讲，若初步个喎，伊着是爱学办济嘛，学做发挥个嘛。啊，咱着拢了解啊，咱即马心理着拢安全啊，你着爱讲道理啊。内外你都爱会当知影嘛，因为外是暂时的，啊，若准讲暂时的，若准讲会当转去母娘遐，母娘就免爱一直甲你讲啊，道理一直甲你安尼转，搁翻，转搁翻安尼有无？啊，就是要你听办嘛。显露是正法性，爱咱传达是现世性，安尼你就听有啊。修行人，你就是上无这条灵，爱有神才会明白嘛。你的灵光爱这么光，你才无心肝怀疑有无？啊，这间宫啊是这教的，都唔好，阿妈未超脱，啊未得道安尼无？讲一挂人别人的拢无好的，啊你家己就做了无好啊，吼、哦！啊你搁嫌别人有无？安尼是毋是罪加罪？阿爸一直传，显着这条的灵性，因咱今日行的是公司嘛，公司就是天书，天书就是天公地庙的工课，嘛是咱遮的万世祖的工课。显露有正是天意，五出千界则是顺天嘛。今日我爱是心，有这条灵魂。因为这是先天的能量啊，所以讲我在世间，我就要讲到我的心会当依恁恁，我的心无一点点啊沙粒啊，甲我来咧，甲我阻挡的，安尼才是完全的明白嘛，啊，才是自由自在啊，道就是自由的啊，自然的啊，显露天理是顺咱心。爱咱向的，是咱的本源神。有咱这条会当讲的是清，
啊，清咱就是敢若清就讲天堂嘛，拢是清的嘛，拢是无罪。啊，这个心你放会宽，啊，咱的灵住伫遐嘛。所以讲，咱要倒转来咱的先天，找咱的灵的老母，或做灵母啊嘛。哦，这条元灵的母头就对啦，安尼比较咱听较明白啦。是咱有这点灵天的灵气，咱来转着这个神呐、啊。今日咱是对神咧修护清嘛，啊神伊看咱人若有虔诚的心，有朴实，有故意，啊你袂乱乱做，有平素，哦你拢照安尼有无？无像甲你讲的，这个原来迄、那个意义，安、啊、来表达神就会甲咱帮忙嘛。啊你甲神做伙，慢慢你这个心就会向神。啊，这个高位有无？啊，这个层面，这个层次有无？啊，你就对于安尼行嘛。我说讲，咱人呐，较好的安尼有无？你会受到伊的庇荫嘛？好歹就是这意思嘛。是咱这条现主持的灵性，咱咧当修的这个团体，啊，大家拢看会出来嘛。这个人的心，啊，这个人的品行，伫即嘛。咱咧行到这个当中，就讲你咧做正事，这个人心显露出来无？咱看有嘛？吼、哦，所以讲啊，这个师姐啊，修足好嘞，吼、哦，伊的品行真好，有照规矩安尼，哦，啊，伊安尼真正安尼吼，有足沉嘞安尼吼，伊袂敢亲像真骄傲安尼吼，啊，这就是咱现主持，咱看出来会知，年久月深。有大家迄个标准度无？你看伊的行为、身躯的行为、处事，所有咧做代志，伊有真正认真无？安尼灵伊就出来啊！所以讲，咱讲降入的，就是敢亲像咱即个咧讲落山啊，一直降入的，有迄个螺旋啊，一直入的再深嘛。是咱稳定即个天界，咱再来讲出现咱的心嘛。你也看文武神有无？啊，甲咱的乱机，伊所有要讲的有无？是一字两字尔尔。尤其是你武机有无？是唔对，是倒头咧，甲你印的嘛。啊，你这个机有无？只是讲对唔对，伫遐点头，还是伫遐转倒安尼嘛？表示这个对嘛？啊，这个唔对安尼嘛？摇头，无欢喜嘛？哦，你神落来欢喜有无？安尼这個意思。是咱一条灵天的性，今仔咱要欢喜心，要足欢迎咧，足欢乐咧，啊，尽在咱现主持的接受嘛，啊，这就气场气氛嘛，是我以这条灵天的灵性，咱再来讲顺加现的情嘛，心都无分好歹啊，所以讲伊要咱人来学，当然。好歹当中，伊爱来表示嘛，用照一个体，用照一个发生，这个故的代志哦，做故事嘛，哦，过去发生的代志啦。安尼咱唔走讲啊，听到安尼有无？啊，你听到安尼，你去看到的所有的细细事事有无？细事有无？啊，你才会当体会讲啊，迄时阵啊，我袂晓，这就是无好的工课。安尼，咱就会当讲灵魂倒转来嘛。是咱要有这条现主持的本性，你再来传达咱先天的真灵啊。咱要爱，这个生命是暂时的嘛，敢一间厝嘛。啊，咱若准讲要转去往生有无？你一间厝足水嘞有无？嘛无效嘛。我之前咪阁有形容讲毛泽东因小妹。规间厝内底拢是金啊，迄间厝嘛是金啊，砌起安尼有无？啊有癌嘛，啊要出咧外国来看伊这个癌的病嘛。啊，伊知影讲当时要出去有无？伊唔敢伫遐留恋嘛，唔知有迄个生命好过倒转去住迄间厝无无？所以讲伊要斟酌看，啊伫遐流目屎，伫遐依依难舍有无？安尼就是讲，你只嘛是讲。你这个身躯就是敢若迄间厝啦，你按金啊，你赚足侪钱呢？阿妈，你这条灵有无？
你嘛无法度早倒转去啦。是咱有这条现主持的灵性，安尼咱不如这个身躯是暂时借用的，食好食歹，只是抵腰尔尔。我抵腰，你才有把这个元神才会出来啊。所以讲，咱是咧抵迄个腰有无？你乱乱想迄个妖怪嘛，哦，迄个奇怪啊。哦，你无法度去控制安尼，哼，哪会这么枵啊？一直降落安尼，一胃咧磨是真艰苦啊！哦，你若有禁一礼拜，干那食水有无？无食果，迄就是我过去有禁的啊。到尾啊，到十一点的时阵，暗时十一点哦，到迄个中昼就开始磨胃啊，哦，皮皮喘，出冷汗有无？啊，到十一点外，啊再阮太太再去掀门，啊门啊个。好冷有无？啊，再慢慢食一寡，敢若牛奶安尼有无？再慢慢啊，互伊会舒服上无？啊，搁两三点钟有无？啊，这个胃则会敢若无去烧磨着嘛？迄油巴都油巴，是咱会当讲的灵性嘛？转着清净，遮尔稳定嘛？你啊看咱七天都遮尔艰苦啊！啊，你啊看落地府会当讲是。你若讲无间地狱有无？无期的，你来讲有艰苦无？所以讲，咱人莫伤贪，你都袂去做歹代志，心你都袂，敢若像种混毒就对啦，真恶乱呢。习惯树这点灵气，咱来行向，这是天性嘛。啊，你只嘛得袂到的，啊，互你得到，你手甜条条嘛无效嘛。因为钱是通货嘛，啊，咱的身躯是随着这个岁月嘛，会老会大嘛，所以讲你干那执着的有形的有无，拄拄啊好用会当用，但是你爱练会到，你爱看会破这个世间嘛，所有的万有的嘛，哦，当然咱就即卖咧讲就讲金银。赤旗马路、赤珠哦，咱咧讲啊，讲虎皮、玻璃，啊，这就是咱即卖咧讲七宝财嘛，哦，啊，咱咧讲七圣财，当然就是咧讲咱的六道嘛，哦，啊，搁一个咱即卖讲信嘛，信用的信嘛，所以咱的七圣财就是先天的，你若要转去，你就是爱这个，敢像讲布施哦。啊，这个世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甲一个信啊，因为信是公信力啊，信是咱道的，这个功德宝啊，显露是咱的本性，爱咱恢复，则是咱的元神啊。你啊看神，伊就是信用的。你来徛伫遮有无？啊，你要练有无？道心伫遮，你啊看，所以讲神。伊就是无离开着咱这个身躯嘛，嘛离袂开着咱身躯内底咱的心迄个灵嘛。所以讲，你伫这个身躯外口，这个空间都神啊嘛。因为神，伊是咱即马讲地基神，啊地府神，啊甲咱即马诸天的神，啊甲咱来讲涅槃，哦，啊甲咱的结晶，啊甲咱极无。迄个天顶嘛，遐嘛拢有神啊，所以讲神是充满着咱即马即个哦虚空嘛，哦，伊是弥漫的嘛吼，到处拢有神呐、啊。安尼咱就知影讲，咱袂当乌白做。你不共偷摕物件，即边看看，迄边看看，天看看，地看看有无？安尼当作人拢唔知有无？但你问神，神会知影，因为咱所有讲的，天会知，地会知。咱家己会知，啊，这个物件，你要甲摕这个物件，伊嘛会知嘛，这叫做数知嘛。啊，是咱原始这条灵性，要话咱来讲，甲清咱家己的心，安尼都要端正，啊，端正你就袂会恐慌啊，哦，袂敢若讲亲像讲会惊安尼就对啦，爱乱想安尼，是我有这条正法的灵性，要来讲就通。咱的本心嘛，因为今日讲是以咱这个身躯，就是咱的生命往成德，生王名成德啊，哦，安尼你伫遮咧讲，咱来负责任嘛，
啊，这都是咱讲的修行嘛。今日神的话是咱要修会掉这个能量嘛。咱真正要讲的温和性啊，啊，这才是咱讲的嘛。咱今日咱做人啊，这个心这条灵有神这个功能功效出来嘛。啊，这就是咱真正讲天公地母甲这个圣仙活佛这个祖先予咱的嘛。予咱有这个机会，咱这条灵魂，你才有法度提升嘛。你即马有这个神的计嘛？啊，若无咱拢是凡人啊。吼、哦，所以讲，咱人神要合一，心神啊，要安尼有这个心灵的经络来有无？你会当甲化，无任何资料，你会当讲凡世间的代志，予大家听会清楚。对着无形形的，咱无形就无形形嘛。啊！你即卖无让，互你的这个能量，互你的宗旨要讲的话有无？啊！你会当改变化出来，改造化出来，或者无形界会当知影嘛？啊！这个话就是安尼啊，是我有这点灵气，要以我的思维，无让互我这个灵魂会当知影。但是我要甲化甲咱这个公道嘛？哦，啊，公道就是真正道理啊，你就袂去。深入的，你就袂去犯规啊！啊，你若听到安尼，你爱去一世人爱修安尼做着，啊，你就袂犯罪啊！上苍的灵气，爱予咱行向正法的神，真理有咱落灵来，恢复正灵转开啊！是咱顺着青天的本意，老母阿姨再来讲正法的心。有咱这点灵源灵气，你爱讲的则是道灵，这么稳的天界啊！这条灵天的本性，你爱转到这么稳的天灵，咱这个脑神啊，你是静会出来哦。咱这个脑神不是杂秃秃哦，不是你今麦知这个安尼的好哦，你会当搁较静。咱过去未晓讲的话有无？一慢慢会浮出来啊！啊，这个道就是这么奇怪。你要讲这个道理有无？内底是无所，拢伫内底就对啦，无所不包就对啦。啊，伊啥物拢会晓的啊！啊，所以讲，咱是这世人要佮伊，敢像要佮伊推展落去，哦，要佮伊展落，互伊发展出来安尼，要佮互伊知影佮较侪安尼，这個、意思就对了。啊，咱唔再讲，就是爱修咩？啊，修是怎？咱讲出来拢是好话，对每一个人拢有帮助，对每一条灵拢会当。伊若有这机缘听到无，伊会改恶入善嘛？是顺着青天的灵性，咱来向着无形这条灵嘛。所以神伊是无形体嘛，今咱人。要照神安尼做，就是咱个人的修为嘛。我爱是清净中的天界嘛。做人，你若清气想无，大家都会欢喜嘛，跟你斗阵啊。啊，你若穿甲邋遢遢，啊，搁咧油腾腾有无？啊，大家你有搁一个，敢像有怪味，搁不怪脾气有无？啊，别人甲你拄着我拍一个招呼，伊就酸啊嘛。是咱有安尼这条灵性，要来讲到通灵的清净嘛。顺咱有无的灵性，转咱回转来这条天神，是咱原来这条灵气，要来讲到灵顺咱的心。我爱是伫通这个天界，要来讲到母娘啊，这条本性。真理是灵源心，传来是灵气，学着清净，则是咱的性。母娘伊要甲咱讲的，就是咱的灵性。啊，你有这个心性，阿妈你就会当变成来，咱即马如如不动，一仙班就对了。哦，这圣仙活佛，迄个原性啊，有咱主宰这个天性。
咱再来讲顺甲入境。我爱是上界大底啊，无干扰这个气场啊。啊，这才是咱人去掉你的迷，去掉你的疑，去掉你的乱，去掉你浮出来，要学的这粒心赶紧。啊，听多就是这啊。哦，所以讲的有无？咱咧做神的工作，你都爱清气想嘛。啊，你会当感应会紧啊。你看有诶惊驾都慢吞吞啊。哦，啊，伊就是怎？平常时无咧练气嘛。你逐阵闹咧练气，像咱出来蹦蹦叫，哪有亲像讲有诶无咧练气，干伫遐静坐，啊嘛无咧讲道理有无？要入宫，就讲啊较紧，咱毋免安尼有无？啊，就大家都拼入庙有无？神啊，我再咧甲讲，咱这两尊母娘啊，代表母娘啊，这有无？大伯嫂啊，老嫂啊，甲咱这村长话，我讲你要代表地庙啊，你上无地庙，你嘛爱讲东西南北有无？爱有护法，啊，你若徛中地庙正中，安尼进家有无？啊，你爱献宝，地庙出来，你爱亲像讲爱献元宝，或、啊、是讲。你所有的什么宝贝有无？爱献出来啊！金钱嘛，银仔角角嘛，爱提出来。你看人咧办水八仙，你就知影有无？爱水酒，啊个糖啊，啊个迄个钱有无？你同款啊！你代表木吉天咧，你嘛是爱同款啊！开六海空三空，你即马你就是讲啊，树啊，就代表咱即马咧讲的地嘛吼。啊，即咱咧讲，啊，即个就是代表水嘛，三观嘛，吼，啊，代表天，就是代表咱咧讲的迄个鲜花嘛，哦，花瓣有无？因为咱神是爱香的嘛，啊，咱花就过去印度哦，佛祖的时阵，伊就无迄个香，啊，所以讲伊用香水，啊，香水就是敢像花的香嘛，啊，咱花就代表香水嘛，安尼开门，安尼开路，唔则是正确的，所以讲。你若看片仔有无？伫母娘边仔遐个，咱所有讲个要保家遐个有无？要保护咱即马母家母娘诶，即个真家安尼有无？你若看遐个，大家咱敢像咧徛卫兵咧有无？身躯啊硬平平安尼，啊你看到安尼，你是怎样？迄感想，迄是真正我要甲恁讲个。若无恁安怎演化，甲我嘛无关系。就是平常时，你若准讲要演迄个角色，你着边仔遮个人，你着训练落好啊。啊，你临时个，你嘛先甲讲啊。开路，你连腰袂压落，啊，大家敢若徛条条伫遐看，啊，毋知咧看啥。啊，咱出来是要做一个团体个模样，哇！啊，伊煞做安尼来，煞着连50分嘛无够啊。是咱有即条灵天个灵气，咱钱甲开落去啊，片仔。杨师姐给你做出来啊！啊，你爱看你的现场，倒位爱改善。每一个人拢同款啦，包括我嘛是爱改善啦。你咧团的，你咧出去的，这个物件有够迄个标准无？是咱有一点灵天的灵气，你也看有诶有无？学无教诶有无？当场啊，母娘嘛着给你执笔啊有无？着伫遐累啊有无？伫遐哭啊有无？啊，所以讲，咱是无爱，互伊讲伫啊，安尼受处罚啦。安尼，这个道理，咱伫平常时，咱都爱讲啊，大家都爱训练，有较遐去啊。提神有无？来觉醒有无？安尼才对。是咱有这点灵天的灵气，要转落这么清净的心。今仔日咱所有讲的，要演一剧。要创啥人站出来？你边仔个人，你着爱团结啊！你要转咱即卖咧讲个莲花有无？要让你个灵会当提升，要让咱灵这个团体、有迄个共同迄、那个磁场。张景纯伊伫遐咧安灵顶片个时阵有无？你着爱伫遐互封着啊！啊，你爱有这个共同个力量。大家唔知会当敢若怎样讲，相牵有无？迄、那个团体性力量唔知会大。过去咱咧选举是毋是台湾头
牵甲小牵，牵甲台湾尾，爱就是一种震撼力啊，一种团结心啊。哦，这个意义你拢唔知，啊有诶，搁猜猜人咧，甲你叫你讲，哎，我唔免唔免时阵咧要教有无？我若听到安尼，我是也真难啊。啊，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人的心境啊，哦，啊你所有诶吼、哦，你拢是被动诶，被动人搁甲你叫，啊你搁真来声声安尼有无？啊，你来看，安尼你一个团队咧演有无？片也拍出来，敢会好看？是咱有这条。敬天的灵气，转咱有稳定的心嘛。过去咱那恭敬有无？啊，我就一直探讨这个片啊。但是所有的迄阵的片啊，有无？拢爱做到60片、100片有无？送姜池方看有无？啊，迄阵咱请丁神有无？丁的啊，邓的啊，啊来咧甲咱翕有无？啊，伊是一届拢爱开万的以上呢。哎，拢是爱个咱我个人开的咧，啊为着要培养恁遮，啊有诶煞无爱甲你看片啊，我听着安尼我嘛烂落去。啊好，你甲再是有影，一处一处有无？啊无形诶，咱过去诶即个录音带，一面一点钟，一工拄好一地，两面嘛 A B 面嘛。啊即马是用安尼讲诶，因为咱都无咧趁钱啊，哦。啊，嘛无人咧讲啊，要来奉献，安尼要经咱这机会啊。啊，所以只有用安尼简单的喎。啊，拄好杨师姐，啊又领到这个，咱即摆咧讲个讲，这个老人金有无？爱买一支手机啊，啊再来电脑啊再来，送出来给大家听嘛。啊，听无一定咱咧讲，别人就听会落嘛，嘛无一定安尼是标准嘛。因为咱安尼学的当中喎，无形啊，这心灵还搁咧甲咱看嘛。啊，看到你有一天，你拢知影，啊，你就免搁伫只啊放迄个大，啊伫只讲嘛，啊，这就是程度还袂够啊，啊，恁要听嘛是程度还袂够啊，安怎讲，恁还无出来讲嘛，哦，先静咱内底嘛，哦，就咱的内心嘛，咱的内力嘛，啊，了，你才成长起来，你的内力若知影，啊，你就会当讲外境嘛，现主时咱日常生活。哦，要安怎来修炼？要安怎来做？安尼唔则咧用内外谦有啊？你甲这个物件，我甲捡起来做，甲谦起来做，安尼则是咱上好的就对啦。啊，上好的你还佫修会安哩咧，吼、哦，修会调就对啦。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气，转到原来的本性嘛。啊，有诶初心有无？伊就袂去研究甲遮来啊。啊，反正。我就即马来报名，我报报的，啊，若演就演了无，嗯，啊，我就关心位别位去啊，只是来讲啊，暂时的应付安就对啦，啊，所以讲这个灵修就是讲，你如果若灵，甲你的心有无，要有端正，要持的久，哦，要搁修的条，啊，你就爱照安尼，这个物件你慢慢去甲观察出来就对啦。啊，你这是你真正家己的成长啊！哦，有一天你咧讲的，有你真正的要管嘛？哦，重要的这个要讲讲的话就对了，是顺着通天这个本意啦。虽然咱是讲教尾啊，拢爱去掉外相嘛，但是咱是咧学啊，你爱照外相当中有无？啊，甲伊提醒咱内底迄本来具足的。咱上天予咱迄个真理嘛，迄个天真嘛，哦，安尼即个心则袂受外口甲你震动着嘛，甲你射出去嘛，甲你传染着，甲你污染着嘛。是我有即条灵天的灵气，我再来讲道灵。咱的灵你若无安尼，对第一啦，对基础有无？安尼，咱较早咧做礼啊。啊，是做操球有无？是毋是爱拍一个底？啊，你才照安尼，安尼烧关烧关安尼有无？啊，你若要做一个花有无？你烧关就无同有无？啊，阿妈，你这个规定安尼有无？啊，阿妈，你若成形有无？啊，就是咱即马讲个做花草有变啦。哦，咱个心就是敢若像迄个花草，毋则讲心花有无？你心花会开朗，是咱即条灵天的灵气嘛。所以咱代表花。就是代表心，
啊，花是水个香诶，所以讲啊，咱诶心爱善良，就是本来咱就是水个香诶嘛。毋知讲叫做真善美哦，性爱，心性诶性，啊，搁爱，大家拢人人爱，是有这条青天诶本性。咱再来讲传达灵魂伊这条清净，今日静下落来，咱是无限诶能量。啊，今仔日咱就知影讲，咱心有开啊。哦，过去讲一指天门有无？玄门有无？啊，咱即下玄门就开啊。哦，啊，所以讲你玄门若开，你会当讲真侪嘛。啊，真侪咱就会当听真侪啊。啊，咱心就收会调啊。哦，原来修持就是这个心嘛。啊，所以讲我即下要讲迄个达摩祖师有无？哦，伊即卖咧讲传心法要啦、四行观啦，有无？五性论啦，啊，甲咱即卖咧讲个咧讲，欸，迄个论啦，有无？伊种种有五六项嘛。啊，伊所讲个是啥？拢是外相无重要，是内相嘛。哦，所以讲，今日修是修即粒心嘛为主嘛。啊，心个神则是正确个呀。所以讲，每一个人拢爱家己有即个主动力嘛。有这个自然的物件，啊来，互咱用嘛，安尼才会久长嘛。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真理，咱再来看甲这么顺家的心嘛。今日无照着咱达摩祖师的这个黑眉论，甲真正咱的悟性有无？啊，你这个性，你家己按袂调嘛？好，所以讲，拢是性的问题嘛。哦，你若这个。达摩祖师的论哦，咱即个论就是讲高僧伊所有讲出来的论啦，论起来则是经啦，哦经论有无？啊，甲咱即卖咧讲册有无？这个意思啦，哦，论就是讲啊未甲经啦，啊经是世界人类拢以伊做标准啦，经无法度去改，要改就哎，所有世界人拢同意迄困难啦，啊论。就是经落来，嘛是足重要的安尼。显道是灵天的本性，论就是刚才咱讲，即卖咧讲话，就是咱即卖嘛是同款啊。我甲神咧讨论，哦，啊等甲论甲你的境界有够，咱就经啊，啊经就随安尼自然行，哦，这個、意思就对了。大家拢收会调啊，大家咧甲迄抗战都无争端啊啦。大家拢明白啊，心拢空空啊咧，是咱歪执着着咱即嘛有形者物质啦。哦，啊你若中伫遮有无？啊你着离道正，啊你着爱搁伫遮轮回着着啦。是用安尼讲个比较较紧速啦，哦咱听个较知影。显道是正法个灵气，转咱顺家个心。今日要讲一波，着讲。你要讲半点钟、四十分、一点钟，哦，或讲一段路就对了吼，一小段嘛，啊，你也做一个小结束。但是咱有练气的，你咧讲这个频率有无？一句一句有无？安尼你就讲会顺啦。你要让伊大声，你要让隔音有无？拢是伫咱即马这个心肝区来遮，你爱锁会调嘛？啊，这个话是气出来才有这个话嘛？这个意思就对了，所以讲神是伫这个气当中的嘛。啊，你这个气若有够力，你咧讲的这个神话有无，就浮出来啊。你会了解到安尼啦，唔是讲你伫遐唱啊，伫遐讲无作用啦，就是咧训练你这个气，气就是脾气呀。哦，啊，甲你真正善良温暖的气呀，是咱有这条正法的天性。咱所有讲的拢气足气氛，安尼你心呐才会清楚啦。你今仔这个气，咱都活伫这个空气中啊。你若伫个粪扫堆，还是臭生的边啊有无？便所有无？迄个气味就较无好啊。是安尼，你慢慢想，你就知道哦，原来咱食这么密济物件，啊，你若无消出去有无？啊！你伫内底就拢臭酸，啊，慢慢就有迄个病啊，有无？因为迄个困伫遐嘛。啊，毋知你讲，过去讲夭寿死因啊，有无？就讲你毋知死活，夭寿就是短命。你食下落放会出来，你食下落若放袂出来咯，
都短命啊，有无？这个意思啦。哦，夭壽就是讲短命，唔是歹话哦。迄就是真正要甲你讲好话，就是足歹听的啦。是咱有即马一点灵气，咱要来讲就顺落来，这样子稳的天界嘛。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性，咱来转互伊清这条本性嘛。咱人爱长寿，伫你这长寿当中，你就爱用你的灵这个角来感觉嘛，来应验嘛。我常常咧讲，来者应，去者化嘛。安尼大家拢无输赢嘛。啊，来来去去的输呀输这，你如果若福报，咱来结缘。啊，这个福报都拢真啊，啊，大家都行个人的路啊嘛。安尼则是，你袂当讲啊，这师姐我甲培养到安尼，好，伊阁走去别位有无？阁去教别种诶。啊，你诶心都走去啊！你要安怎讲公道心？哦，有真侪兄弟安尼嘛吼，有真侪师兄师姐啊，伊放袂落嘛。啊，若我是拢共款啦。有闲诶，啊，我问也无关啊。啊，你啥物人要来有无？我只要有闲，啊，我就会甲你探讨嘛。哦，灵诶，这部分嘛，哦，修持诶，爱安怎，爱安怎进步，爱安怎修有无？啊，这我做甲到嘛，我做二十几年啊，哦，所以讲是安尼，你着心着袂去碍嘛，哦，啊，你若甲执着这讲啊，我教一个，搁叫走去，哎，你着较有本有无？啊，搁叫走去，我艰苦，你若无艰苦，修无好行。咱拢是爱脱这个苦啊！当然，你是伫这个苦海内底，才一直磨，一直滚，一直游，游到迄个岸边，你才好都爬起来啊！愈苦愈好啦，真正肝油啊，着愈苦愈好啊！啊，你唔再讲，咱咧讲啊，迄个人真正心宽真好。啊，你啊看安尼，迄个咱照着过去古圣贤的话，咱是毋是安尼甲切入啊？啊，道理就是安尼啊！你切入去嘛，就是咱个啊！啊！你讲袂出来，这个所以然，头尾你都讲袂出来，你要哪甲咱讲修行？要哪讲你了解咱这个高圣贤，伊所有落来这个好话甲良性呢？是咱有这条正天的本性，咱再来讲顺甲通灵。咱今日去咧讲虚空界，一定爱阁照咱现主时，咱的形式就是咱的色身、地水火风，爱来表示有无？你才会当来到咱的正气神啦，啊，正气神要靠咱的顺可意啦，哦，安尼，咱才有法度，哦，达到咱即马现主时所有的变化嘛，久久翻单嘛，对咱的凡体，啊，入到咱即马这个神啦，哦，啊，我即马到这个神，这个意义伫遮，哦，你讲我去这个当中，一工两点钟，啊，拢是以神来回这虚空界嘛。啊！伊我即马知影，来甲遮个人来探讨嘛，即叫做论嘛，是咱有安尼个灵性。你愈讲，啊，你愈精有无？就愈清嘛，啊，即就是咱个清心嘛。啊，即就是咱念主时，你真正会端正嘛。哦，今仔日咱就爱家己个心会当端正。啊，你再袂讲为着小寡代志伫遐扣干嘛？哦，发生到即、這个诶。怨恨啦，啊怒火啦，我著结一个气有无？这个人一直甲我发，啊伊咧甲我发，我著有听，敢若无听有无？甚至伊搁倒家有无？啊，这个人歹人有无？伊是你的心的问题嘛，你的心的跨度嘛，你无法度原谅别人，当然你是看别人无气，啊别人著看你无气啊。是咱真正爱培养咱的性啦，有诶真硬长呢。伊言爱甲你讲嘛，无爱甲你讲嘞，气伫心肝内底呢。嘿，所以讲啊，有诶是讲啊，现主持有无？就大声嚷嚷安尼有无？啊，就过去啊。迄个人佫比黄长诶佫较好咧。当然啦、啊，是咱即摆咧讲诶，讲好歹话，你著甲当作讲，嗯，啊歹话咱著无听着啊。哦，啊当作伊咧甲咱消业啊。安尼哪会唔好？是咱有即条正法诶灵气，度甲遮尔顺家诶心嘛。咱人毋免听好听话啦。我若咧甲你呵咾，就头仔讲你真正诶吼爱细意啊啦。啊，我若咧甲你嫌，就是要你成长。
要让你学到真正有信仰啦。开台圣王，伊若无要请用我有信仰无，嘛免逐工讲，啊，你着爱直接讲，讲到你即马真正心会清楚，你心会开朗，哦，你愿意做，啊，做久你着知影，啊，这才是真正的神，要求到咱即马这子孙啦、子弟哇，甲太太圣王同款啦，倒转来母娘这个所在啊，啊，咱都看灵啊，上好拢伫山尖的啦。过去我108天和张建春伫咱迄个西王母啊祖庙遐禁忌有无？有一个狗屁道士待10天啊，但是伊呐，伊都专精的嘛，啊，遐拢爱甲创治啊。遐个鸡啊鸭啊有无？猪肉遐有无？拢爱叫伊拍有无？伊若拍了就足不舒服啊！啊，你着知影讲鸡啊鸟啊鸭啊遐有无？禽兽啊，直直拢伫山脚伫咱地面啊！迄个灵伯伯，灵伊无迄个气好生活，甲咱个山顶啊！啊，种圣贤活佛拢是伫山个较悬迄个所在，伊离魂嘛。哦，啊暗时魂倒无，伊着敢若像讲伫魂顶嘛，即个意思着对个。毋知讲。咱这神山，你的山若来云有无？就伫啊，表示神仙活佛拢是伫云顶的。是安尼，咱才知影讲，这个气流的问题嘛，是咱有这条清界的天性，你才会当行到这个虚空嘛，这个空中嘛，是咱顺着无形这个灵性，爱咱顺甲稳定，有咱这条灵魂的灵气。我再来讲，顺着通，这么安静；顺着无形，这个灵性，咱才会当行到咱即马无想的这条本心嘛。因为神唔免阁咱人的心去想啦。所以讲，即马神伊就是要阁再传着伊这个所讲的清楚的这个灵性就对啦，哦，咱的本性啦。安尼神伊才会愈行哦。甲这个诸天愈接受愈近啊，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气，啊，你着知影讲神伊真正安怎生存的嘛，安怎生样的嘛，啊，无你毋知影神伊是安怎来的嘛？今日是要了解人的心，你这个神会当爬起这虚空，接受到这虚空，这祖气，就是讲咱咧会祖骂就对啦，啊，你毋知会清楚哦。咱来受到这个祖啊，甲咱牵哦，气祖啊，着咱这个三清道祖的气啊，皇君老祖有无？啊，甲咱即马这剑祖，九天玄女的智慧剑，啊，咱才有这个智慧啊。啊，智慧是来剑剑的啊，吼、哦，伊是光光的，这个剑气是光影影的啊。安尼毋知有当法讲啊，降魔驱邪，降魔就是讲你这个心。你袂当阁敢若亲像会歹模样有无？会歹性地色东色西有无？要共拍迄个模啊！啊，驱邪就讲你这个出气，这个心有无？你要甲超好啊！驱就是赶嘛，赶走嘛。是咱有这条灵天的法界啦。所有咧讲拢是讲咱的心嘛，这个剑就是咱的嘴啊，嘴就是敢若剑的啊。过去你若文官有无？一句话有无？就会当。死足侪人个啊！啊，你若武官足勇个，像关圣帝君哦，予你一个拍一百个就足勇个啊！啊，所以文官一句话有无？伊就会当两国啊是几啊国有无发生战争？啊，战争就爱死真侪人啊！所以讲，尽咱人尽在即支嘴个尔。显露是天元个灵性，我过去嘛定咧讲嘛，迄、那个老子个老师嘛，长聪嘛，哦。喙齿落了了，阁会活；喙齿若无去，又都袂活，有无？所以讲，修持尽在咱这个喙齿功的力量下。所以讲，你一定爱逐工训练这个喙齿啊！你会碰扑啊，你规身躯再循环哦，你才会当讲通咧袂塌咧。啊，你若塌久有无，就憋破去啊！是顺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性，咱再来看现这么稳定。不应该要你讲空，对啥？咱的心无相恋啦。哦，你伫内底有无？我啊，即马讲了要讲啥？你毋免想，伊自然这个电波嘛，
你若讲我管一段一段话，我嘛是咧等这个电波给我嘛，啊电波给我，啊就随着我这个气转出来安尼啊。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性，伊咧做神的工作，就顺意，顺意就怎自然的物件，天然的物件，啊这才是咱今麦咧讲的道理嘛。道理是无形，伊所有溢出来啊。但是你无想，你无修持哦，是你的妄想啊，你的幻想啊，敢像电视安尼哦，都出来一下安尼尔，你无法度讲久长嘛。啊，咱的手机啊嘛同款啊，你用一下了无电，你就要充啊。但是咱深啊，这个是挂24点钟的电啊。你讲到这，啊，就搁冒出来有无？哦，啊，就讲通灵回来。真完成，啊！这个地表伊发声啊，啊！我就知影讲啊，啊！即物在咧讲，咱人类啊，地表就生咱万有诶，即个物件，啊！我著爱搁形容哦，要即个地表要互我讲啥有无？啊！即就是即叫做信息啊，真理有咱诶灵性，开咱境界有咱诶天命，接受咱诶元神啊，是咱即条灵天诶法界，是咱对着家己诶本性。你爱会当传出着咱即嘛，即个电波，即个虚空，毋再讲诸天有无？啊，咱多层的世界，即个地球，毋是干呐带咱即有形的啦。内底有无？风火雷电云，生死拢伫内底啊，包括咱的灵魂嘛，拢伫内底啊。显露是正法，即个天性，爱咱转互伊稳，即阵神明嘛。你即嘛愈讲愈了解。甲这无形的，这电波，甲这气场，你所有咧讲的，这个磁场能波，愈接触，你就愈明嘛。啊，这叫做心明啊。哦，啊，无咱的心哦，你就当时啊明，当时啊无明嘛。哦，咱人就是安尼啊。有当时啊，你讲会出来迄个真诶，啊，有当时你讲会出来是假影诶嘛。哦，就是意感安尼嘛。啊，今日要知影就是讲，真正有这电波，我讲出来就是实在啊。啊，这就是天地给我的。咱的老师，咱的祖师爷，或咱的祖公灵神，啊来请用我嘛。显着一条灵天的灵气，咱爱对着顺家的心团结啦。今日所讲的，就是大家要倒转来嘛。啊，你唔知有这个母娘伫遮降这个指令，有这个文武将神，有这个菩萨，有这个仙女无，啊来伫遮甲咱鼓励。予咱有讲话，啊，予咱通到咱的心内底，啊，你有这个心，有这支通天条嘛？哦，通天条就是咱的心禅，哦，啊，你头前嘛通出来，下面嘛通出来嘛，头前啊通出来是缘由的由嘛，哦，理由的由嘛，啊，你若讲落来就是架嘛，吼，甲乙丙丁的架，但是你若顶啊通出来，下啊若通出来有无？就是顺长，哦。敢咧甲撑我长，啊，佫会当救我来，啊，这是咱讲的做良禅嘛，哦，啊，你所有就是讲好歹你拢会接受，哦，啊，当然啦，咱上界迄落修行就是讲较优良的这地嘛，吼、哦，是咱爱有这条灵天的灵性，咱要来讲的就是慧灵，今仔日咱所有的电波拢是这灵的气场。因为咱人爱接的，就是现主时的气场，安尼这个心才会当照着咱现主时的需要，安尼来形容。真理是通天命，爱咱归元入神啊，是你这条灵魂的灵气，今仔咱照着天地给咱的信息，你安尼讲绝对无唔对的。所以讲，这就是咱的真心话嘛。世间人就是讲，你持有到遮，你搁行至中，啊，这是咱讲通灵这个天界嘛。心啊，你这个好气有受到咱这祖先甲你赞同赞叹嘛，甲你阿罗就对了。是顺着灵源这条灵性，爱咱来讲着清这尊神明。实在咱要用神明，啊，甲咱即卖讲天尊啊，有无？啊，讲。这个至尊啦、啊、诸尊啦、啊，这就是表示讲伊的道行，伊所有的天地这个真理，
已经捌，啊，搁未去超法啦，啊，搁会当牵加，咱所有遮个灵，遮个行行顺顺就对了。所以讲用安尼代表讲，伊这个道行真深，伊这个戒啊有足尊严呢。哦，所以讲天尊、哦自尊、至尊，这个意思嘛，代表至尊啦、啊。哦，啊，咱讲这个母娘啊。王庙还是讲咱雷山老庙，这个宝也是主尊啊！哦，啊，咱即摆来讲诶，大天尊有无？就叫王大天尊啊！有诶讲上帝有无？哦，啊，有诶讲这个天父有无？拢是名称啦、啊，因为咱所讲诶印度迄边、苏联迄边，哦，迄个佛教诶，因为名称无同嘛，你讲叫上帝嘛、天父嘛，这個、意思吼、哦，有诶讲无上师嘛。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真相，咱来传是正法，这个本领嘛。今咱所有这传统，就咱道中咱台湾，就讲这个老师就是怎，伊的表，伊所有的这个计，伊咧讲话，甲伊做出来工作，甲伊平常时咧甲人接触，迄有一个标准嘛。所以讲。师表就是这个嘛，你有老师这个格哦，啊，你有这个真正，你表示出来，拢大家会欣赏。这就是咱只嘛讲，咱叫做老师啦，老就是老师格子亲嘛，师就是你只嘛你咧讲的，你会当教学生啊，是咱传来这条灵气嘛，咱学生都在去读册，为国考啊，你阿妈读到师专，啊，你若有去考到。啊，你就有正课，啊，你就会当做老师嘛。啊，你若无去考到这块牌，啊，你就临时请的嘛。阿妈，你无退休金。是咱有这条灵天的本性，咱再来讲顺甲这么稳定。今日有做到安尼，咱就这块牌啊。阿妈，你天堂，你转去，啊，你就是老师这块牌啊。你伫天堂这嘛是同款啦。你就一直讲这个真理就对啦。啊，你心你就袂走正去啊，就袂偏去啊。显露是正法的灵性，来讲顺家这尊心灵，今咱爱适当安静，每一个人的心灵啊，拢会当听母啊这个话，母娘的话，伊是清清净净、明明白白，安尼才是咧真正讲到咱的心内底迄条灵魂嘛。所以讲是安尼，咱才会当讲通。通是怎？你所有拢知影，袂去做唔对去，啊，这才神呐、啊！哦，是咱有这个天法，你才有这个神，在咱即马这个世界，咱这个凡世间这个当中嘛。所以讲，咱要有这条灵天的灵气，爱有咱这条清净的法，你才会当生出着咱的母啊，这神呐、啊！哦，这才是咱讲的，咱回到虚空。才会做啊嘛，啊，才会做啊，伊会赦咱的罪嘛，啊，咱才有这个福报嘛。爬起来知影这咱这个人的性平静嘛，平常嘛，啊，这才是咱真正要爱顺这个天意，照母娘啊，伊甲咱讲的这个规矩。好啊。
哎呀，哎呀，我耶哩，哎呀，我啊耶哩，哎呀，我啊耶哩，哎我耶，哎我耶哩，我啊耶哩，哎我耶哩，哦耶，好好嘿嘿哈啊耶哩，哦哦哦啊啊耶。哎那拉哦哎耶哩伊哆哎耶哩哎那哦哎耶哩伊哆哎耶哩哦哎耶哩哦耶哩伊哆哎那哦哎耶哩哦耶哦耶哦哦哎那哦哎耶哩啊哦哎耶哩啊哦耶哎那哦耶呵哦耶哩哦。好好